徐丽颖推到了板墙上，到端区右侧于百维咚一杆射门，球进了，漂亮！于百维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，哇，势大力沉，怒拦射箭，直穿死角，1-0，不，1-3。于百维的射门还是非常有厉害的，这是中国本土球员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，上个赛季第一个进球也是于百维打进的。徐丽颖轻松的一跳，门将视线被挡，